你们做什么？还他妈一天四个班，还他妈我们出了八个班去上班，我们不想活，你自己看。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啊？你们啊！我不要人，你把这些东西都搞走，躺在地上你都拿走，碰到了你不对面的人不要干了，你们就干脆就把我撵了算了，叫我滚蛋，滚蛋，不要跟我这样说。